如果你忙的话，我就不打扰你。等等，睡觉吧。我想先问你个问题。明天再问。不行，不问我睡不着。 够不到，够不到，谢谢啊！上吧，上吧，你该死了吧？没呢，马上打大龙了。 最近是不是偷偷背着我干了点什么？干什么？没有啊。我怎么听说有些人在自学法律，要当律师啦？没有。有什么不懂的，为什么不问我呢？你呀，先管好你自己吧。 瞧不起人。嗯，我想帮你，帮你早点完成自己的计划。但是我们专业上相差太大了，我还没有狂妄到可以不了解你的领域就对你指手画脚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什么为什么？这难道不是我应该的吗？ 你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你都可以问我。我不想从别的女人那儿知道我老公在干什么。我跟李代绝对没有不正当的接触。哼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你呢？为什么喜欢我？你不知道啊。 我呢？我喜欢你这里，还有这里。这里我能理解，这里为什么？我觉得你这个人内心特别的干净，简单。
而且你还特别的勇敢善良。我已经见过好多好多的坏人了，我觉得能保持内心的这份纯净特别难得。你胃口不好？没有啊。你案子进展怎么样了？协议我已经写完了，但估计也没那么容易让他签。我直觉告诉我这里面肯定有猫腻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你今天看起来呆呆的。没有吧，我平时就这样。我去什么？你跟我说老实话，你是不是拿你的专业压人了，怼你们家杨华了？你还是许愿要龙吧，加上你们家杨华，我觉得你可以许愿要两条龙。难道真的记仇啊？可我也没做什么呀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？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没有。我吃饱了。不如吵一架。那你这件事儿你总得聊清楚吧，啊！而且你要认清楚你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你现在是腹背受敌啊！你要赶紧制作那些糖衣炮弹啊！你不能让敌人钻了空子，你知不知道？什么事儿？有时间聊聊吗？你不是没话跟我说吗？